你手可以放下来，你是只这样两片是吗？你看，哦，你那不锈钢锅，那英文要怎么说？哦哟。请问这英文要怎么讲？All your cake 不是吗？你要帮忙煎葱油饼啊？煎完了。你 careful。你那边排了是没有人，排一个。不要排。我吃一个，排一个是小的。这边要旅游。那个，那不重要，我帮你拍照录影。谢谢。你想吃？那可以了吗？还可以吧。对。还不懂，这个还不带手。那个排队是吃的啊。排队是吃的呀。你的重点是在煎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干嘛吃啊？你煎给人家吃就好。再帮我下一个。他说有一边没有很均匀的，得帮忙一下。哎，这个好了哟。